列三秋来。来自彰化鹿港歌谣诗词演唱团乐龄组学员庄成才带来大力欧巴刘嘉荣与创作才子周伟杰老师两大天王合作金曲《糖酒杯》。在肚仔底，袂哭的春日，流恋爱的心花，思念犹原在，香味已经退。想起你离开讲的幸福话，我怎样解释？心爱过，梦千回，冷冷空空的酒杯情无底。想起你离开讲的彼句话，搁我心肝爱的惭愧。在在肚仔底，袂哭的春日，流恋爱的心花，思念犹原在，香味已经退。想起你离开讲的幸福话，我怎样解释？心爱过，梦千回，冷冷空空的酒杯情无底。想起你离开讲的彼句话，搁我心肝爱的惭愧。梦千回，冷冷清清的暗暝想着你，泪相陪。想起你离开讲的彼句话，我不知要怎样解释。冷冷空空的酒杯情无底，想起你离开讲的彼句话，搁我心肝爱的惭愧。心爱过，梦千回，冷冷清清的暗暝想着你，泪相陪。
庄大哥你好，阿明老师好，两位美女好，评审老师好。大哥，你唱这条歌嘛，有你家己的味道。对对对对对。我感觉你头前遐遐细腻遐个所在，关注就是予咱一个常客。是是。哦，因为答应你唱歌一些，他唱得很好。哇，为安尼酒杯要偏掉迄个感觉，但是人你吼就是做内敛的，谢谢。哦，有你使用比伊较好，较保守啦，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啊，所以讲诠释迄无同，不要紧，咱听老师看你今仔唱表现安怎，好不好？好，咱听看麦，你新的挑战真好啊！哈，来，我们欢迎洪维谦老师为我们讲评。哇，你的声音啊，非常有你自己的特色，听起来非常的朴实，有亲切感。老师在这边有一个建议，非常的简单，你说这条歌它有非常多情感的拉扯。对，想起你离开说的那句话，这个共鸣把它唱出来，它的那个杀伤力会不太一样。心爱过，这个就让它弱，有没有？梦千回，我不一定酒杯爱想，但是我至少要给等的，至少要那个样子哈。多增加一点这样子的层次，我相信这首歌会更有生命。谢谢，共同勉励，加油加油。谢谢，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我们讲评。因为你之前来唱的歌哈，拢是你非常熟的。是，即届这首歌是新境的，所以你感觉压力有较大啦。他都维谦老师讲的。对头到尾听起来感觉平平啦，因为你真侪开口该乐的所在，并无吼将伊施展出来，变现出来只是讲平稳安尼尔，好不好？小小的建议哦，谢谢，是有高难度。今晚吼，要请下一首歌的老师给你讲评。我的妈妈感觉做奇怪，伊都无咧饮酒，啊，无咧捧酒杯，那我都写出这个张力这块。无啊，迄树的人会晓饮得好。你写出来，就有续航力耶呢。哦，我是量身定做了。对啊，有调对不对？我们问问看老师，看看是不是这样。文杰老师，周老师好。今天我觉得稳扎稳打。只有一点点，就是说让他更有个性的话，歌卡后啦，好，加油，谢谢周老师。老师，你讲的个性是后面的那个张力的问题，最后一遍歌的时候。可是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 key 的问题？哦，他关一点吗？想起你离开讲的那句话，加油，到我心肝爱的忏悔。心爱过，梦千回，冷冷清清的暗暝想着你。对，有，觉得真的是 key 的问题。我发自内心，他功力真的很。因为他已经收了唱呢，对，做秀诶呢，嘿，你像哦，一唱歌时，他很清楚他在干嘛。对，因为咱家讲奖品嘛，拢讲出句啊，差不多后边免讲啊，免讲，好，前面免讲了，免讲嘛。我无讲时间，你也无钱，要安怎？我们伯乐老师，伯乐老师，伊代表作者观众，百分之九的观众朋友看法啦。讲实在吼，阿大哥今年已经72岁啊，对吧？啊，你要用一种诶嘶吼，其实吼，这毋是你的问题。温柔那唱吼，有一种敢那闷骚型诶，吼，伫咧心肝底捂住70几年无吼，做出来咧。啊！坑里的毒啊，得竟然自然发酵，慢慢的发酵出来，到一个爆点呢。那种的是一般人没办法诠释的那种的情绪啦。我啦，七十几回，我现在连 key 都对不准啊，对。我讲你 OK 啦，真的，真的，谢谢伯乐老师，谢谢。来，我们欢迎列老师，陈陶老师来为我们讲评。陈陶大哥呢，今天唱起来，在我觉得可以，可以。但是呢，因为这首歌对陈才大哥来讲真的是新的挑战，因为庄大哥家庭幸福美满，又没有喝酒，对，所以这种意境可能会比较不好拿捏。有一些脸部也许他不会表现出来，可是用内心戏去把这个歌表现出来，有另外一种味道。对了，好，这是我以上的讲评。好，谢谢，谢谢老师。陈南兄，我对你很肯定的，
谢谢。真正你唱的老歌，给咱大家观众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谢谢谢谢。但得看成绩就知影，你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谢谢。